创意理财尽在运通。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哈。那今天的大盘呢，还是延续之前啊，这个底部啊，这个大 V 型反转成立的话，今天再创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哈。那行情的话，进到下个礼拜，请注意哦，这个多头走势啊，还是没有改变哈。那只是说现在有个小压力啊。那下个礼拜的操作重点啊，这个压力如果过的话啊，这个叫百花齐放。那如果说没有过呢，啊，你也不用担心，哦，拉回早买点，啊，目前为止的话，我认为啦哈，台股啊，这个第二季所公布的半年报也好，这些总体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数据啊，我认为对于今年啊下半年台股啊，哦，是有帮助的哈。那可能你手中有这些所谓 AI 伺服器的这些股票，之前跌的都很惨，啊，最近的话都开始回升了哈，那你也不要说卖得太早。因为近期啊，你买太高啊，对不对？哦，起码开始弹起来，哦，稍微整理一下啦，哦，这些股票未来哦，哦，都还是有机会上涨哈，哦，因为这个就是所谓的产业的一个趋势。好，那今天的话，我看到这个大盘非常强哈，哦，三点高盘呐，啊，今天大涨了454点哈，哦，那三点高盘的话，就是说它有所谓的攻击的一个力道，攻击的一个力道啊。哦，22500点大概在这个地方，哦，它是有点小压力哈，但是今天的成交量已经放出来了，哦，已经放出来了哈，所以说下礼拜的一个操作重点，好，我今天特别告诉大家，我送给大家下个礼拜，好，一到礼拜五所有的传真稿，你下个礼拜，啊，这个行情很难做，你不用怕，你可能来拿我们的传真稿，啊，好，从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拿得到。都拿得到，这是今天严老师啊，这个见面的一个大礼了哈，因为你有收看老师的节目啊，老师啊，一定要有所回馈哈。那台股目前为止量缩震荡嘛，又要准备啊往上啊去挑战第二个缺口，啊，第二个缺口哈。那我说这个台股的一个产业基本面是非常好，目前为止有五大这个产业啊，这个产值啊接近了9兆，包含啊。我们所看到的行政院已经通过了啊，这个国家发展计划里面有所谓的半导体 AI 有没有工具机啊，数位服务啊，这些的话都是列入到啊这个要成长性非常好的这些股票，对不对？那台积电的部分目前为止啊也生根在台湾啊，涨草找这个场地找不到，对不对？他干脆直接用买的啊，他买的群创的一个南科厂嘛啊，这集中开都可以啊，啊，最重要是 CoWoS 啦，啊，这个所谓的高阶的一个封装，啊，那索罗斯啊，平常啊都不看好台湾嘛，那现在索罗斯啊看好台湾，啊，准备要加码这个台积电，啊，这个很重要哈，啊。那大家所关心的这个美国的一个经济，目前为止啊，因为通膨数据是非常好的哈，啊，那所以说经济暖着陆啊，这边应该确定性是啊比较大了哈。啊，那日本的话，目前为止啊 ，GDP 在反弹，啊，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数据啊，所以说未来持续要升息，啊，这个趋势上面的话是没有改变的哈。那记得昨天严老师请大家来索取我们的传真稿，你昨天拿到，今天马上验证，你今天一样打电话进来，你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传真稿啊，你就慢慢看老师怎么样。啊，来解释这个大盘未来的走势，跟未来有哪些股票会涨，啊，跟那未来哪些股票会涨？比如说啦哈，网通族群的话，你就要看这支来网通，啊，讯州啊，它就是网通的一个代表，啊，今天的话涨停板锁了10万张，啊，半导体被看到一支啦，严老师讲很久了啊，升阳半导体今天涨停板锁了3.3万张。是设备类要看哪一档股票来，精彩，啊，今天涨停板锁了5万张，这些股票你都不陌生呐，啊，你都不陌生呐，8028的对不对？这个升阳半导体嘛，你应该都很清楚吧？老师之前操作过的这个精彩啊，啊，在今天的话一样是，对不对？一样是大涨啊，
那如果说 AI 伺服器的话，最近涨最多的这个叫做 M31 啊，哦，这三缸就是三机啦，哦，这档股票是我们会员的啦哈，现在还是没有卖啊，哦，现在还是做到一个持股续报。那被动元件的话哈，哦，这档股票叫密望石，对不对？严老师在节目里面每天讲，每天讲啊，涨也是讲，跌也是讲了哈，哦。来，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啊，哦，这个地方有拉回。有拉回啊，哦，还是要注意一点哈。3019的亚光来，目前为止会员啊持股啊续报啊，哦，没有卖哦。亚光我没有卖哦。8043的这个密望石也没有卖哦。好，6643的 N31 对不对？啊，今天差一点涨停板了哈。啊，也是没有卖啊。我相信你看老师的节目啊，啊，我这个解这个股票啊。是我们的股票就是我们的股票，我不会跟你模拟两可。好，我们来验证一下，昨天拿到传真稿的投资人啊，啊，如果说你有按照我们助理所跟你讲的啊一些讯息的话，我相信你今天应该很高兴了哈。来，先来看一下时间，来，时间是昨天啊，8月15号，好，来看到这个下面哈，严老师在传真稿里面给会员的讯息啊，六档股票全部都上涨，全部都上涨哈。万海的部分的话是所有会员都有的哈，目前为止是赚钱当中。N31今天差一点涨停板，差一点涨停板，好，那目前为止持股续报，啊，罗森的话今天续创波段新高，啊，均线目前为止技术指标都是呈现所谓的多头的一个排列，好，亚光的话在今天，啊，继昨天涨停板，今天怎么样再创波段新高？好，那升阳半的部分，昨天写啊，今天亮灯涨停板，五号，密望石也是昨天涨停板嘛，今天再创波段新高。也就是说，你拿到我这份传真稿里面，不管是哪一档股票，不管是哪一档股票，我相信你都非常满意，都非常满意啊，哦。那未来的传真稿有没有这么厉害？有没有像这个对不对？礼拜四的这么厉害？啊，那当然，你今天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好，直接索取就可以了。但是我先讲哦，今天的传真稿送给你的话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每一天的传真稿都有啊，但是你要怎么样扫描 QR code 啊，还是说啊你打个电话来登记就有了哈。那现在的话我们开始要操作一些新的股票啊，新的股票就代表说这些股票是从底部开始起涨的哈。来，比如说这档股票，来，它是底部起涨的第一根，它是跌无可跌的，对不对？啊，哦，第一支跌无可跌的股票啊，啊，对不对？啊，哦，这个1535块，这个跌很多啦，跌无可跌的啦，啊，哦，这个未来还是会涨啊，你拉回还是要注意啊，业绩非常好，股价在低档区，现在出现底部第一根，你也不用去追啦，你拉回去买就可以了。哦，你拉回去买就可以了哈。那第二档股票你会发现哈，老师这个早盘呢，开盘呢都没有动哎，啊都没有动的，尾盘突然拉上去了。这个算不算是偷拉？这个算哦。这种股票叫差拉够，你知道不？差拉够啊，别人都在涨，它没涨，现在怎么样？大家可能涨完了，它开始涨了，啊，那这种股票的话，如果说啊，哦，你现在想要买的话，这种差拉够你要注意了哈。拉尾盘的股票啊，它有企图心哦，啊，哦，它有企图心啊。那有些投资人他说，老师，我喜欢做那种有业绩、有题材的，有大户、中实户在买的哈，哦。那接下来这档股票一定是符合你的预期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基本面，好，基本面告诉你，来这边，去年没有赚钱，来导播拉近看一下哈，哦，去年没有赚钱，来，今年第一季也没有赚钱。哎，欸，那为什么到了今年第二季开始赚钱呢？为什么？来看这边啊，你从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啊，每一个月跟去年同期相比，几乎都成长一倍以上啊，一倍以上啊，尤其是七月啊，你看成长多少？138%。这一档股票是做什么的？做网通的，网通里面的 number one 有没有亏转盈？有哦。业绩有没有大成长？有哦，今天涨停板锁的最多的就是它了。但是我还在请大家要怎么样？要逢低布局啊！
不是说等股票涨上去了，你看到你才去买，不是啦。这个早上一开盘哦，这种股票哦，网通族群的哦，其实它价位都不会很高啦，懂不懂？四十几块股票啊，十点半就 Q 涨停啊，懂不懂？这种股票我跟你讲，未来会不会飙啊？是不是？我们拭目以待啊，我们慢慢看，对不对？拭目以待啊。这种股票最恐怖了，亏转移你已经看到了，外资对不对？大买超，法人大买超你也看到了，啊，网通啊，啊，你要买这种龙头的啊，不是随便买啊，很多的网通股票都弄撩急，你知道不？你要买这种确定赚钱的，又从底部开始喷的，啊，这种股票才是你要去找的啦。我在讲你知道意思吧不？啊，比如说金彩对不对？又讲到它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它今天又亮灯涨停板了，啊，很多人就认为说股票涨太多了，它就不会涨。股票会不会涨哦？有人说是基本面啊，有人说是技术面啊。我认为基本面只是它的表征而已啊，最重要是股票有没有人做，无人走跟无人走这差价这啦。我就认为这个股票有人做嘛，所以我一直跟你讲，你不要认为它涨完了，业绩大成长你都看到了，你都看到了，对，设备类嘛，对不对？哎，今天的话哦，有人说老师我能不能做冲冲乐啊？当然可以啦哈，啊，你随便做你都赚钱啦。这八月一号的这个今天就更快了，对不对？今天的话最低还有238嘞，啊。我叫你买卡多，买卡多，对不对？你真的不要买太少啊！有没有做？来，给你保密啊！啊，这个简讯啊，给你保密啊，懂不懂？啊，这个买股票一定要低档布局啦！啊，机器人讲很久了，来，这个机器人嘛，罗森啊，传真稿里面也告诉你啊，昨天告诉你了，今天一样啊，再度的量增涨停板。啊，今天一样亮灯涨停板，升阳半导其实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一直告诉大家还没有涨完，有人相信，有人他不相信，啊，相信严老师的，对不对？啊，应该都赚得到钱呐、啊，今天应该都赚得到钱呐、啊，为什么？哦，你要做当冲，这个绝对可以的哦，来，125，来，直接9:13就亮灯涨停板，哦，所以说股票操作啊。这跟对人跟错人啊，这个差很多、啊。哦，那当然有人说，老师，我想买那种底部起涨的哦。我问他说为什么？因为他不想去追啊，他喜欢买那个底部刚刚开始上来的，一步一步往上涨的。我说那你找对人了。哦，其实非常简单啊。哦，第一个把股票跌多了，好、哦、跌无可跌了，筹码洗好了，他会技术性反弹，这是第一个啊、哦。那第二种叫强喷啊。强喷先喷一段，然后形态整理啊，那还会再涨，哦，那这个股票目前为止是属于一个强喷啊 M31 啊，这一天我就跟你讲了，是吧？啊，这种跌无可跌的底部开始喷的第一支，啊，喷到这样子对不对？就第二支啊，啊，今天又差一点涨停板了，对不对？就杀鸡啊啦，要不要卖？要不要卖？你认为要不要卖？我跟你讲，这个拉回你还是要注意啊。我一直跟你讲，拉回要注意。这种跌太多的股票只有三只，啊，三只先送给你，你拉回还是要注意啦。操作上面是有节奏的，啊。那现在啊，老师你的推背图又拿出来了，对不对？到底是多方还是空方？啊，我跟你讲，还在多方。下个礼拜突破22500点，行情就上去了，行情就上去了。你要把握这个机会，啊，很重要，现在才叫关键性的转折。今天大涨了450点，下个礼拜来到关键转折。今天你传真稿一定要拿到，我把我的重点啊，全部写在传真稿。那老师新的股票你会不会做？我新的股票怎么会没有做啦？有没有做？这次是不是新的？60秒拨通以后就有啊。啊，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嘛？你有没有赚钱？你有赚的话，我恭喜你啊！你如果说你真的赚不到钱的话，我跟你讲哦，
对不对？叫你来提资料，你嘛不爱来提，叫你打通电话啊，你也在那边拖，手中这些股票死抱活抱的，啊，还说要等解套，有一些股票很难解套啊，有一些股票啊，它不止解套啊，它还能够大赚啊，但是新的股票更好赚嘛，你打一通电话进来，被动元件的秘方石我送给你，小股本的潜伏底哦，投资人今年很常见看到老师讲这个潜伏底啊，非常常见啊，我问你好不好，潜伏底的股票它的趋势怎么样啊？它难道只有这几只涨停板就涨完了？我跟你讲还早得很啊，你不要看它现在好像涨了一倍了嘛，对不对？我跟你讲这种股票小股本的哦，有没有机会涨完一倍再一倍？你看着我们的节目啊，我跟你讲哦，现在开始讲这个秘方石人越来越多了，啊，万一掉下去他们就不会讲，啊，以后等涨上去以后，这些人又回头讲了。严老师始终如一，我涨也跟你讲，我跌也告诉你，对不对？这么好的题材，亏转盈，亏转盈，看清楚，了解变探解，了解变探解。下半年赚更多的股票，你认为啊拉回我不会去买吗？我跟你讲，我拼命买，底部我先重压啦，这天啊成交量一万多张啊，啊第一支啊最好赚，第二支也很好赚，你要买新的股票哦，这天就很好玩了，对不对？我说投资人现在分两派，一个叫什么啊会涨派，一个是怎么样涨完派就不会涨了啦。我说对的跟错的只有一个，好，老师对咯，老师对咯，因为隔天就亮灯涨停板了啦，哦，爱加劲对不对？啊，在简讯吗？我你看啊，这昨天的简讯啊，昨天没有卖哦，昨天没有卖哦，今天也没有卖哦，我很诚实的告诉你哦，8043的秘方石哦，今天创新高哦，严老师没有卖，严老师续报，这样子可以啦哈。亚光也没有卖啦，亚光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啦，我也没有卖啦，会员可以作证啦，今年大成长的股票啊，大成长的股票我舍不得卖啊，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啊，买的越低赚的越多，买的越低要重压你会大赚啊，再创波段新高，来开始喷了，来开始喷了，喷了喷了，看到没有啊，礼拜三再喷创新高，老师礼拜四再喷，对，没错，今天礼拜五再喷，再创波段新高，集合竞价1000多张。我先讲哈，老师没有卖哦，好，我认为还会涨的股票，我也舍不得卖哦，哦，那当然今天的话看节目对不对？放轻松一点啊，今天老师要送你大礼了哈，你要传真稿的啊，今天打电话进来的。啊，一分钟之内打电话进来的，我送你一个礼拜的传真稿，啊，那今天有一档股票，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拿到，你拿到我先祝你大赚，你没有拿到，视同自动放弃啊。亚光目前为止持股续报大赚，秘旺石现在持股续报会员大赚 ，N31 三天三根涨停板，严老师恭喜你哈。森阳半导体今天再创波段新高，机器人的罗森来，对不对？啊，包含这个在设备类的晶材都大赚哈。之前送给你的秘旺石再创波段新高，今天要送给你什么？来，秘旺石的接班人，秘旺石的接班人去接秘旺石，去接他，他比他要更强。好，今天只有黄金30秒。30秒之内打电话进来的，你直接重压，直接重压哈！希望你反败为胜，就从这一档股票开始，会不会翻倍、翻一倍、翻两倍，直接翻好几倍？我跟你验证哈！今天严老师最大诚意，今天开放168，好，只有168简讯费，限额100位。今天这份资料，秘旺石的接班人一定要拿到，很重要，电话赶快拨，直接。带回家，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解最新台股走势，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轮名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就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迟到了！看见行人行进路口，准备穿越道路时，汽机车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哦，很慢的。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遇行人过马路，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未暂停让行人先过，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停让一小步，交安一大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下个礼拜的一个操作重点在个股，而不是在所谓的大盘。大盘当然就是所谓的金金涨，目前为止还没有改变，啊，还没有看到空方讯号。但是最重要的是属于一个个股哈，下个礼拜有些股票正在发动点，正准备要喷出，啊，你买对股票，发动点去买，它会喷得很恐怖。所以说你下个礼拜一定要准备看准了以后再出手，你才能够怎样反败为胜，对不对啊？操作重点在这边嘛。什么叫做标股？主流的就叫标股。我刚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了，我们再重复一次，我们再看一次，3047，来，网通族群的讯州，对不对？它就是主流嘛，对不对？它就是标股嘛。8028，来，升阳半半导体的代表性质的股票啊，设备类啊，3374的金材有没有啊？涨到好几倍，还在涨。严老师现在手中的什么蜜旺石啊，来，再创波段新高，这个是不是主流？被动元件就他最强嘛，有人有比他更强的吗？亏转盈啊，下半年赚更多啊！这种股票你不买在底部，你不拉回去布局，对不对？很轻松啊，你才够开始起啦，现在快翻倍了，你现在也不用追啦，等拉回好不好？等拉回啦，哦，3019的亚光，业绩大爆发，来，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嘛，标股，啊，标股，你现在需要的，啊，讲较紧的就是标股啦，哈。你买进一档标股，你就能够立即翻身嘛，就那么简单。你买金彩哥翻身了没有？我问你啦，你翻身了没有？啊，你买到蓝天，是不是一样嘛？这个就是标股嘛，买到标股才能赚呐。你没有买到标股，你要怎么赚嘛？我问你好不好？来看到这边哦，重点哦，罗森，你赚的够多了。稍微的要卖一下，好不好？把资金啊，放在别的股票啦。我在讲，你怎样意思啦？这起上这股票卖给了啊啦，有搞得好啊啦。啊，这支嘛赶快啦，精彩啊，起真多啊啦。啊，这个大概也差不多了啦，你知道不？这种起真多啊啦。要找这种底部起涨的，N31就是底部起涨嘛，亚光就是底部起涨啊，
会员持股续报哦，蜜旺石来报道，对不对？送给你蜜旺石，你来拿，你赚。好，这支错过的买这支，好，蜜旺石做不到，买蜜旺石的接班人哈，今天拍谁哈？只有30秒，30秒之内你拨电话进来，这支先拿到，先祝你大赚，机会就只有一次哈。严老师最大诚意，今天简讯费168，好，限额100位，一年一次的机会，你要好好把握哈。来，蜜旺石的接班人，这一支股票一定要重压，未来翻几倍，我们拭目以待。好，30秒之内拨电话进来，这档股票直接带回家，我们明天见。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动不动都在竞争，动不动就爱水蛮牛。轮名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速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